大家好，我是敖切尔，弟弟让我干净一点，那我以后就尽量天天洗一下。你看，刚从西边出来了，洗衣服呢。你不是让我干净点吗？挺好，再接再厉。我等会儿给你打扮打扮，穿得帅一点。等我把这些东西洗完了，你把洗衣服给我。在哪儿买的洗衣粉？这是我在抖音上的暖冬好物节刚买的立白大师香氛洗衣粉，持久留香，衣服洗得很干净。左花逛抖音商城或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一键买我的同款，每满150减20元，领券再打9折，随便逛逛就是超值好物，也太好买了。你等会儿再洗，我给你找身衣服，好好打扮打扮。等我。我给你画画眉。帮我编个头。别动。别动了呀。帮帮，不好看吗？差不多。换衣服。这样挺好。以后就这么穿啊，这样啊，行，就长点干净吧。可以，就是有点冷。哎，不去，兜里牛粪。哎，啊，这是兜什么牛粪？牛骨。不饿，我那个啥，哥，我想回市里去，我走了。啊，这么快？啊，那你还拉吗？我看情况。那你一定要来啊，行吧？别不回来了。行，我回去几天。看情况吧，拜拜，一定要来啊！多带点衣服。